有兴趣的话，如果想吃的健康，活得更美丽，哦，我们欢迎来参加我们浙大的那个有机鲜农业班。那么，今天我们介绍的控窑，其实我们那个从早烧到现在，那个窑已经烧得很热，窑，能不能什么时候可以放进去？很简单的测试就是摸摸那个温温的。会不熟吗？哎，我烫。 这样放进来，外面温度很，只要说里面的，你在一起没关系，它是OK的哈。是烧，等一下，各位，做一个，因为火已经烧得很乱了。各位，这个动作就我们等下示范，把窑封起来，不要让它用油温来焖这个番薯啊，包括土鸡啊，包括那火腿都没问题的啊。那么我们有没有看到没有？好，那么各位，我们就现在哈。 各位，我们分组，在我左手边是第一组，啊、哦，第二组，第三组，第四组，哈、哦，好，那么等一下我们先介绍，哦，那个，等一下你们把那个番薯放进去之后，我们再介绍我们来封窑，用封窑由我们罗景芳来给你们示范一下，好，各位可以。 注意热哦，不要太靠近，好，记得地瓜先放，然后再放玉米。OK。好，开始了。哎，一个一个拿。每个人体会一下。看哦。我尽量让开。没有谁要错。有没有不要放？可以。哎，等一下。可以放。 不要放一个，小心！不要远远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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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远
蜂鸟有个原则，就是蜂完的时候没有看到烟了，最好没有烟出来，就是完，叫这种完善。完善。哎，来。看，你这个下车看，你看像这样的哇，好辛苦哎，因为是。这个窑哈，最做的最完美就是风完又烟都没有出来，哎，这是最完美啊。有牡丹有没有？等一下。对，而且要把那个。那么泥土两边都有，好不好？泥土哥，我们帮你准备了哈。还有水，上面的水不用，就直接收进去嘛。加油，工作快点。这个蔡主任，报告一下，现在可以。摩托啊，为了最后秒了，哎，对。这里面闷烧啊，哦，这个先堆积成这样，都可以重复使用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这一组继续应该有可以了哈。一万不要忘记，那就拿三块放上面的，那边有三块。我们旁边是所有人，所以基本上这个不用。